景360度拍摄。360度的实景拍摄能够清楚看出房屋的状况，还有宽敞的阳台望出去是一整片的山景。税务局21号公告，台东之本地区逸轩温泉天下大楼有7间温泉套房，将在下个月4号拍卖，起标105万元。屋主呢欠积欠我们的地方的房屋税跟地价税，那因为也积欠了相当的金额，我们就中间催缴了几次呢都没有办法来缴，所以我们就跟执行移送执行分署来启动拍卖。去年之本地区的温泉套房拍卖了35间，拍定价格大约落在60万到100万元，吸引民众抢标，大部分在第一拍就卖出，最后拍出33户，反应相当不错。而今年拍卖的大楼屋龄大约30年，最大间坪数有10坪左右，其中最低拍卖价格100多万元。那这一批又出来的话，那对于我们的资本的一些观光也很大帮助，那对于想要去做投资又有假日可以来台东泡温泉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讯，一个套房这样的价格算是蛮便宜的。第一拍反映区域行情的价格，民众如果想要更便宜，可以等到第二拍，还可以透过法务部分署的网站了解详细的屋况。TVBS 新闻刘继远、陈家彤台东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